号及是由连接热爱的千岛 APP 独家赞助的桌游星期六，我是开门了你的小猪快递。哇哦！哇哦！我们现场来了很多人，锣鼓喧天，人山人海。为什么只有我们这几个人鼓掌？那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嘉宾。坐在我旁边这一位呢是，大家好，我是陈哥。啊，坐在陈哥旁边这一位是，大家好，我是杰哥。啊，杰哥也来了呢。然后坐在这边，大家好，我是冰冰。他是什么？他是丁丁。你是谁？阿伟。我是阿伟。啊，那不重要，不重要。你怎么连这些配角你都记得住？这是主角。我怎么做什么主角？过来让杰哥看看。我右边这位呢，是大家都已经看腻了的一位不重要的成员，好货。哦，那我今天来介绍一下我们要玩的游戏，好了。今天要玩的游戏叫做《屁者先知》，相信大家一定有放屁的经验吧。你放屁！哎呦，没有的事儿。我感觉已经有了。啊，是。哎呀，这期节目怎么开场就这么味儿啊？对，当然不是在家里放屁啊。今天呢，我们是六个坐电梯的人，其中有两个人放屁了，我们要把他揪出来，赶出电梯，让我们有一个清新的乘坐电梯的环境。那我们首先先排除一下小猪。我们美少女是不会放屁的。啊，对，不会放屁的啊，那只能在我们这帮臭男人里面选了。那你屁话也不要多说，让我们直接开始游戏吧。啊，那这个规则是什么呢？且慢。屁者先知是一款有味道的身份推理游戏，玩家们是共同搭乘电梯的乘客，但你们之中却有人在偷偷放屁，对大家的身体和精神造成了双重折磨。为了大家的身心健康，你们决定找出放屁的人，并把他赶下电梯。根据玩家人数设置游戏，每人拿取一张号码牌、一张血量卡、一张身份牌，从两张角色牌中选择一张。身份牌分为乘客和屁者两种，角色牌上有各自的技能，将四张无屁牌和四张有屁牌组成本局游戏的环境牌，洗混后牌放在桌面上。接下来所有人闭眼，屁者可以睁眼查看环境牌，提前知道哪一张是有屁的。然后所有人睁眼，每人抽取四张行动牌，开始游戏。每个游戏都会翻开一张环境牌，在翻开之前，每玩家可以压放一张行动牌，也可以不压。翻开环境牌后，如果是无屁，则本回合安全；如果是有屁，则会向所有玩家造成伤害。然后玩家逐一翻开压牌，结算受到的伤害和卡牌效果。吸，在无屁回合可以抽两张牌，有屁则会额外受到一点伤害。吹，在有屁回合可以抽一张牌，并对一位相邻玩家造成一点伤害。忍，可以防御伤害。骂，在有屁回合可以抽一张牌，并在投票时增加0.5票。听，在有屁回合可以检视一名活跃玩家的身份。抓，在有屁回合可以对一名玩家造成一点无法防御的伤害，还可以在有屁回合自己行动时直接从手牌打出，对一名玩家造成一点普通伤害。结算完行动后，如果本回合无屁，则回合结束，开始下一轮游戏。如果有屁，则玩家逐一发言，然后进行投票，得票最多的玩家被淘汰，被淘汰的玩家不公开身份，并在一次发言后离场，剩余玩家开始新一轮游戏。除了被投票淘汰，玩家如果在游戏中血量归零也会离场，并且因空血出局的玩家离场时不能发言。当最后一个有屁回合结束后，所有人公开身份，如果留在场上的玩家中乘客人数多于屁者，则乘客阵营获胜，否则屁者阵营获胜。如果游戏途中全员出局，也视为屁者胜利。我闻到了屁源是从那里传来的，在电梯里放屁的人就是你。现在从一号开始，各自介绍一下自己的角色。我的哇 ，Ninja， 我的忍可以免疫所有的 damage 啊，哇，够忍、嗯！我是这家商场的保安，我爱吃小熊饼干，我只想快点下班。我能保证你们平安，因为在你们离场后，我能看一下你们的身份，然后就能告诉你们更多信息了。谁家把小孩带进来了？我不能说话啊，我是个宝宝啊，我过。Hello， 我是 JK 少女，我的技能呢，就是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都可以插嘴。哦，我话说了，对，我是减0.5票，没啥好说的。JK 少女，你的技能是发小红是吧？我是阳光开朗大男孩，对吧？你们个个身怀绝技，但是我会笑，笑得特别灿烂，没技能，只带头，血量加一，看不到人，哦，所以脸得遮起来是吗？对对对。哦，保安无法在。不要你靠不住我、居然有我的天敌，给我拿下来！大家已经知道信息啊，我们六个人里面有两个人在这里狂放屁，缺德啊，有点。哎呀，怎么停电了？哎呀，好黑啊，请大家把眼睛闭上，避免被黑暗灼伤眼睛。哦，来电了。开始缠电梯了。来压牌吧，压牌。纸袋头第一回合选择不压，有点脑子啊。好，我们看一看啊。没屁啊，忍者，忍住了。新鲜的空气啊，哇。
哦，这样洗的，你洗什么？你洗什么东西啊？有好多人皮膜剂，看一看，哎呀，舒服。这个我也选的是呼吸啊，哇，这个怎么可能会不呼吸呢？对吧？好，宝宝开始骂人了，骂人宝宝，谁家的熊孩子？就是。说话就说这种话，我可能还不会说话，先骂了再说啊，没骂到我，你也吸一口，我压中了，我压中了，我也吸，因为我大笑肯定会缺氧啊，我就大口猛吸，我什么不管不顾，大家是都跟我一样没有忍吗？吸，有人上来，大家都在吸啊，对啊，不吸的反而有人可疑啊，知道有人要放屁，所以他在那边忍，对，他在装，他想装模作样，我操，要放屁，装模作样，对吧？好人，打个反逻辑，是，那也没关系，做一波自己身份，那我这还亏呢，一共就四张牌，那我怎么办？你已经被我捏拉这一轮，行吧，反正这回合也没屁，孩子的学习欲望很高，是吧？对，行，那咱们再乘坐下一题。到了第二站，看一看啊，叮，不是，哎，不，一声，有人放屁，让我听一听谁放的屁啊！我可以独自检视一名玩家的身份啊，我倒要看看这个祖安宝宝的身份啊，从小抓起，哎。啊，他就是那放屁的那个人啊！哎呀，脏人，脏人！不仅放屁还骂人，我还骂，我又骂你！你那边自己放屁，那边脏人！我虽然年纪不大，但是我不能这样被你诬陷。你要是泼水，宝宝现在不会说话了，突然学会了，突然进化，摸张牌，投票加0.5票，我自己还减0.5票，里外里我多了一票，偷死你，把偷死啊！虽然我骂人了啊，但还扣一血。哦，那我听一下，我也吸入了，对吧？对，吸入。且听一下啊，你也听一下。那你可以听别人的，要不也听听这个宝宝？什么三人成虎？哎，确实，两个人都弄我。那我姑且听一下那个忍者吧。哦，听一下忍者。看他能忍到什么时候？啊，又是一个放屁者，要发小红书了，要发小红书了，快点，文字编辑。兄弟们，谁懂啊？下头男。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在电梯里放屁啊？哦，你也是放屁者。自己爽一会儿，祸害是所有人啊。啊，这直接就你说我是下头男？没有了，没有了，给他发。哦，差点我要发小红书了，我自己也经营着一个小红书账号，也是的呀，差点变社会事件了。我这么多听啊，我的天，有个人放屁，所有人都没听。到我这儿就不一样，阳光开朗大男孩必须得猛吸，就是缺氧，就嘎嘎乐，就夸夸吸，好吧？我掉两点血，不舒服，我掉一滴血啊！我没有什么好说的，就你们的喧嚣是你们的，我就负责，您来吧，吃屁吧，抓屁，抓一把，请。吃吧啊！哎，请宝宝吃屁。为什么哇？大家都针对我，又有趣。有人说你不对劲儿，那能不能是他不对劲儿呢？成年人说话可信，还是一个宝宝说话可信？那当然是天真无邪的宝宝说话。宝宝还不会说话，确实，对吧？够可大，哈哈哈哈哈！中毒了，中毒了，中毒了，完蛋！来吧，说话。好，说话啊！宝宝在我这边呢，已经非常坐实了，可能是一个放屁的人。你们不用把他投出去，也不用把我投出去。我把我投出去的话呢，我就不能再查你们身份了。让这个宝宝呢再装一装啊，也没关系的。我们先投投看其他人。出了自相矛盾啊！去啊！对啊，你觉得我有屁，那当然让我出去。我出去我就不会放屁。但是我确实也觉得，不管他是好人是坏人，也可以留留，让别人先出去，他可以查看别人身份嘛？啊，不对，那就你先出去了呀。他已经看过我的身份了，对，不需要看他了，啊、所以我不想浪费这次查验的机会。哎，对对对对，你帮我圆回来。但是呢，我说实话，我不想出去，要不让阳光开朗大男孩出去吧？那凭什么呀？真的是阳光开朗大男孩，因为反已经没有任何还手之力。反正你没我一直在这洗，凭什么呀？你把瘤子当空气净化器，对啊、有个屁两个人。都吸走了是吧？也不错，行吧，我还是投保安吧。第一，我们美少女是不会放屁的。第二，我也是空气净化器，我比较怀疑这个纸袋头它自带了一个防毒面具，就为了吸一口，就是为了多吸一口，享受这美妙的气体，很爽。哦，那我觉得那肯定走三号，凭什么走阳光开朗大男孩？我是一个与世无争的孩子，对吧？他是宝宝，我是一个大宝宝，对不对？那二号也有点问题，你都查出来了，他是个放屁的人了，你为什么不出他？莫名其妙的，对不对？我刻意的是吸两手，剩下我打算一直
忍到电梯到八楼的，真的是，对不对呀、啊？我有逻辑啊。所以说，那我肯定阳光开朗大男孩，现在要有进攻性了，我要进攻三号，这很怪呀、啊。我也感觉他一开始就是说三号是放屁的，所以我才抓屁位的。有没有可能是早点走？屁者互掐，先放走一个，保一个阵营。很有可能，但是什么叫先放走一个啊？对呀、啊，无间道嘛，什么东西？看了你就知道了呀。啊，对呀、啊，你自己是屁者，你看了我，哎呦，队友，先把他推出去。你对什么呀？你对什么呀？那个，我说他呀，你不是说我们屁者互掐吗？屁、哦、者，所以说你已经承认你是个屁者了。没错，就是你这宝宝，我前面一吸啊。我就感觉到屁里面带股奶味儿、哦，小奶屁，我操，什么味儿？什么味儿啊？就是你还在喝奶的这个宝宝啊，你放出来的屁闻出来了，难怪吸得这么开心，有奶香。行吧，那咱们手举起来投票了啊，三二一。哦，少女还跟我一队的，但是我出去了，我还有意见，我肯定不服的。虽然我在二楼就被你们推下电梯了啊，但是我觉得你们还是密切关注一下保安，在听的时候再听听保安吧。那就下回合吧，我走了，再见。哎，等一下啊，保安发动机呢？啊，还要看呢，再看一下。你还要看吗？啊，我这回你们说的我有点那个怀疑自己了。不是你在玩什么东西？怎么你看完一遍还在看？不确定，再看一下。好了，这跟怀疑自己是怀疑自己的记忆。一二三，开牌哦 ，save 的四楼开始，我空抓啊，没屁在里面抓，没屁可抓，我是忍啊，没忍到啊，我也没忍到，没忍到，可是呀，哎哎，没办法了，没办法了，没办法了，怎么全落空啊？所有人装啊，这一轮我没有内容可以发小红书的呀，看一下。我多阳光多开朗，我告诉大家了，我前吸两轮之后，我以后就一直在忍，我可以长期憋气四层楼、啊、全是忍，你才是忍者、啊、就我觉得大家都在装啊，你们能不知道那是没屁吗？对不对？会放屁的人他肯定知道他这轮没放屁，反正我不管，我就负责哈哈哈，你们随便。硬了，冷歪了，我很清白，冷歪了，空没什么好说的啊，一轮想找个人嘴臭一下，没想到也没有成功。但是我现在觉得啊 ，JK 少女和这个保安两个人在上一轮有P的时候都打出了一个听，那个听很宝贵啊，只有在有P的时候打出来才有用。你不觉得我的抓也很宝贵吗？抓没有听宝贵，就是我现在我会重点关注这个保安。忍者是有脑子，聪明忍者。我用我的血轮眼睛盯住你们，你们两个人之后动作小一点。我是觉得上一轮已经把这个宝宝给抓出来了，就没必要再把他投出去了，把另一个屁的人先抓出来再说嘛。然后这一点呢导致了后面四五号位连踩，我觉得四五号位对我的这个针对性有点强，所以呢就是轻踩一下。我可没有踩，我也没踩啊。好了，反正今天没屁啊，这次没屁，大家也不用投票了，那我们继续压牌吧。一二三，哎又有屁，我欠翻啊，还是忍哦，忍住了、哎、好的、哎、吹，然后乡里的玩家，这个是谁？你忍心吗？我这么阳光，那么开，对不对？留一个空气净化器，这个是忍者，是这样了，忍者死了，死了吗？闻到屁又被人家吹了一下，忍者死了，我行不义必反，一个人连一张忍都没有吗？我没有忍，我的忍者，忍者忍不了，忍吧，给你家族丢脸。我有遗言啊，你有遗言，我这么说一下啊，现在这个保安其实已经没用了，对吧？因为这保安说他已经抓到一个放屁的人，如果另外一个人离场，他是放屁的人，他也检查不到，我们就直接胜利了。这保安呢已经没啥用了，为了防止这个保安是个坏家伙，把他投出去，把你投出去。啊，等会儿我出去了，为什么就是说还有一个屁者？如果说他不是放屁的人，那你就是真的放屁的人。那另外一个如果是屁者出去的话，他这技能也发动不了，因为我们就会直接获胜啊、嗯。那如果他是一个屁者，他就是在说胡话，那么为了防止他说胡话，就把他先推出去。很完，大家先听他，待会看我的，也没有，他一定说我是好的，对吧？那我现在也没啥说法了，这个纸袋头也很危险，阳光开朗大男孩一直保持他的人设，说人就人，纸袋头不太对，大家也关注一下。我现在觉得这个保安和纸袋头两个人有问题，最后一个放屁的人就在他们两个之间了。没错，就是你的纸袋头、啊、我虽然这有点嫌疑啊，因为我忍了一口，我没有闻到任何屁啊，但是这个纸袋头居然把屁吹向了一个 JK 少女发金水的一个金屁这个玩家啊，你吹给他把他斩杀了，太过分了吧。我感觉他应该就只是个空气净化
漂亮。这里面只有我可以随便插嘴，其他人都不可以插嘴。是的，是的。所以这就是我想说的，没别的。我就是一个见风使舵的小姑娘啊 ，JK 少女。我觉得他们说什么，我可能就会信什么。阳光开朗大女孩，我觉得其实就得跟保安，假如说看到三号是给三号一个披责，那保安也是披责的话，他肯定得跟着三号一起标着板的给个金水多好，偷三号干嘛？除非这个保安是一个没有脑子的放屁子，对不对？他什么都不想，他等等放屁，对吧？我觉得三号应该是好的，他既然给叉叉，那肯定是一个好的。没有叉叉，没有叉叉，他没有叉叉，他闻他，对不对？他肯定对吧？他是一个好人，反正我觉得要是跟着他的好人走的话呢，就从四六号里面，我一直就是什么都不管。你开始把这个脏水泼到你周围人身上。我下一轮我还能忍，我可以一直忍。其实我是真正的忍者。其实现在唯一场上有威胁的，对吧？这反正我不管，我不投票，你们随便投。哈哈哈哈，硬的，当年红太还能忍，因为我觉得他好像第一轮打出你是吸了屁子吧？我吸了两口屁，我就感觉吸了屁子应该不会是屁子，所以我就把吹反方向。我也第一轮是吸的呀，他吸了我也吸了。你晕在电梯里，太臭了，太臭了，只有我可以说话。那可能就你骂脏话骂的太多了，净化一下文明的空气。脏话忍者，好了，嘴臭也是臭。咱们要开始投票了啊！心中所选的屁者，好，三二一，一个五，一个六。好、哦，我弃票，我哈哈哈，弃票，都弃票。难道过了这个？你们两个再对话一次吧，只能从你们两个里面选了。没有什么好对话，我下轮我还能忍，我就是一个从没有放过屁的广文的一个阳光开朗大男孩。话也不说，就在这忍，我觉得他有问题。那我有问题，那就让我走嘛，我又不在乎，我下去乐也是一样乐，真的是。你乐对啊，让我走我也不会怨恨大家，对吧？因为我很开朗。告诉你，人设贯彻。随便。我的话，我其实啥都没干，我这是带着纸袋的阳光开朗，还血比较厚。可是他血量加一啊。吹的话也只是因为我那时候觉得他是空气净化器，而且他还没有办法被我检视身份的牌。好的，那剩下两位再投一次啊，来三。二一，不改变的、啊，不改变啊！那今天没人下电梯，没问题，没问题。然后这样，反正感觉都快不行了，都快不行了。大家血都残缺、哦，出牌我的还可以。好了，三二一啊！有捏二 P， 捏完了，对所有对玩家造成一点伤害，并使下一个无 P 牌视为啊、哦、连续伤害。嗯，哇哦，捏二 P 很持久、啊、是吧？对，就是下一张牌不管有 P 没 P 都是有 P， 都是 P， 大口文、啊、直接骂。嗯，那我是猛吸一口，猛吸，额外一点伤害吗？哦吸哦啊啊！对的对的，是的，吸了一口捏二 P。哦，忍住了，我只剩忍了，我前面牌都出完了，我还能忍，我就说我能一直忍。嗯，我都感觉这两个忍的人多少有点放屁的。然后他吸过屁，所以他可能嫌疑小一点。我也吸过好吗？那我血是怎么到这儿的？我的血对啊，就已经吃两口屁了，就减两减二了，差不多。对呀、啊，你只是没忍住而已。吸过，因为我前面所有功能牌都用完了，我只剩忍了。你可以不放这张牌，对啊，你可能嫌疑大一点。这算什么罪？我，你不会是就是那个放屁怕被我用小红书挂出来吧？我又挂出来就挂出来了，那带纸带头。那你为什么要把脏水泼到我？你这是真爱插话，入戏了，入戏了。我说不了一句话，这样子啊？你没这样子、啊。我只要小红书一发，全场都全场都进纸带头。这保安明天我就辞职，反正大家都别想活了。我感觉下一轮我咋样都死了，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啊、那么至于盘谁呢？我还是坚持，我觉得是那个六号原则，就是因为保安来，我们一起投他。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这个忍者明明是你查出来他没有放屁的，然后六号把他害死了，你不去怀疑六号，你去怀疑五号，居心何在？六号，我们一起把四号投了，有没有道理？我也这么觉得。这就是你，啊、你跟我投他吧。这插话好有用，我过了。我说太多，我感觉到我这里快没有可以说了。就是像我们这种小心眼的博主呢，女孩子本来就是很记仇的啦，谁泼我可是要加倍泼回去的，我可是会把它挂到网络上让别人来网暴他的。就他是个纸弹头，也给你开盒了，硬开，我这是纸弹头，硬开我。我说，那这一轮下去之后，下面还是 P， 那保安快顶不住了，他要被熏死。假如说保安是好人的话，我觉得他应该是好人，但是就是个单纯笨蛋而已，对不对？他现在骂了一下，他加0.5票，他要是你跟他投四号，那四号肯定出去。四号打一开始他这个牌压的也都不是特别准确，我觉得对吧？他空了好几轮啊，他上回好像有一个抓也空了，人也空了。
对吧？那这个纸带头这个角色明显就是偷摸放屁，但是很想赢的那么一个状态，对吧？我很阳光，就是我上一轮我都认出，要是我跟他 PK 台，我出完了下回合出他，对不对？下回合我还能忍一轮，对吧？因为一个普通 P， 这个纸带头他比我们多一点血，他活下来的希望比我们大。对呀、啊，我能忍啊，我一直能忍。下一轮保安就不行了，是，对吧？对，我觉得四号不应该出。我也快不行了。咱这一轮先把血后头投出去、啊，对吧？先把这个纸带头给他投出去。我怀疑他放屁的概率很大。就是，他就算放了屁，别人也不知道他是谁。是啊，啊这是好心机啊。他有可能面罩里还有一个口罩，他闻不见。就是，说不定还戴一层防毒面罩。那我们开始投票了啊，心中所选，三二一，六六六四，哎，纸带头出去了，游戏不知道有没有结束。哎，我可以查验他，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哦，对，你查验不了他，除了哦，除了纸带头，结束了吧？哦，继续，游戏继续，错怪你了。那我也吸了，那怎么办？那我也只能吸了。来，哦，无屁，无屁，因为有尿屁，它现在变成了有屁，啊，真的，它变成有屁啊！来来来，只能忍了，我只剩忍了。啊，停！哎呀，只吸，狂吸，从这里吸了，忍不住了，忍不住了，憋不住了，狂吸一口，保安，我离场，保安直接晕掉是吧？啊，好了，电梯里面只剩你们两个人了啊，你们也不能互相指认，看看你们谁能撑到。电梯结束，大男孩已经手里没东西了。我听，我能听他。空压了是吧？也没有这么好听的。你要听啊，那你听他吧。是他放的，是他放的。这人太坏了，什么呀？倍儿臭！你不能走了之后还污一个是他放的，是他放的。八必须八小，你说给谁听的？就你们两个人，你跟他说是你放的，再来救救我。你跟他说是你放的，他跟所有的网友说有下头男，下头男。现在阳光开朗，大男孩很无助，是他放的。他还要无奈，我天哪，我好无助啊！家里面谁懂？快放我出去，是他。现在的男的怎么是这样的？找到屁源了。不管怎么样，我们进行下一层。他在这狂放，哦，有闷屁，所有空压玩家造成三点伤害。我操，我直接负五，直接负五，哦，直接。但杰克手里一吸也死了，被自己的屁吸，没有空气净化器了，就是自己吸了。我这我真是空气净化器，对啊，就是纯纯的空气净化器啊，闻到根儿里。然后两个人一起赢，但不管谁是屁者，那就屁者赢了啊。反正屁者就是要熏死所有人，嗯，不管这个人是不是自己。那谁是放屁的人呀？耶，想不到！哎呀，就想不到，就应该是他。我的理论是对的，对啊，主要是被这个五号啊，阳光彩虹屁。不是你这阳光开朗，突然脑子宕机，彩虹屁。你这不能怨我，没有脑子呀。而且我们俩什么话都不能说，没脑子。是我，还真是你。第一男孩是永远不会怀疑美少女的。但是就算你们闻到了，应该闻到的也是草莓味吧？没有，放你的狗屁吧！没有，很臭，很是第二屁，有点恶心了。第二屁的，第一个放屁的早就走了，不是草莓味的。你看看是什么味道，大肠味。你要说闻到草莓味就是你的吗？那我小孩是什么屁啊？奶味。怎么样，宝宝的屁好闻吗？奶香味的，嘎嘎香。怎么都嘎嘎香？什么屁都香，总比你们这些臭男人的屁好闻吧？啊，我们是没臭没臭味。我们这些臭男人我们没臭屁。游戏结束，从没有忍的忍者开始做一个评价。确实，说到这个没有忍，我就很来气。就是这个游戏，它也后面不能除了用吸在无屁的层能补牌之外，别的地方也补不了牌。当我两张吸打掉之后，我就知道我这个忍者的生命已经走到了尽头。周围很多有人在偷偷放屁，但是我无法反抗，就一张忍都没有，我的忍道也没有施展出来，只能默默的闻。对，就这样一条下水道的蛆虫一样，就毫无作为，弄得我很难受。它作为身份推理类游戏啊，还是挺欢。我发现最有用的还得是嘴炮。杰克少，你这个技能好强啊！我本来都想好了跟六号一起把四号出了，我只是话多，结果被他不知道怎么了，就可能因为他是杰克少女吧，就听信了他的鬼话。那我是觉得这个游戏过牌量很少，你知道我上来四个骂，我心里有多绝望。既然是个宝宝，怎么天天骂人？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这个游戏的推理成分啊，其实没有那么大，因为它没有什么硬逻辑。就有些人就压对了，那就压对了。你也不能说你是因为看了牌你才压对，这个没什么硬逻辑，但是重在题材很欢乐，推理其实不像那个某某游戏一样心理压力会很大，我就放了个屁而已嘛，是不是？我询问一下各位，这个题材它是
欢乐吗？从一开始就感觉已经有味儿了呀。那欢乐吗？是哪个受过精神创伤人想出来的这款游戏？那总比在一个村子里夜晚死一个人好吧？是啊是啊是啊。而且你被逃出去，你也只是下电梯了，你又不是说你要干嘛？没血了也只是躺在电梯里面晕倒了而已。杀人电梯，那叫杀人电梯。就电梯到八楼一打开，里面躺了五个人。是不一样，我就算没血了，也能在电梯里面躺。放屁自己骂你们。其实我在一局什么事儿都没干，净闻屁，对吧？但是我觉得挺逗的，挺好玩的，很有趣味性，适合家庭在一起玩。哎，是那爸爸放屁了？不是，是妈妈放。说的就是我的队友是一头猪，大脑第一波搅局必得第三人，属于是大脑已经缺氧了，闷的，从头到尾都在吸气，然后放出一句话，然后把四层楼没有呼吸过一口，一直在一直在忍，从二楼看一到六楼没有吸过一口气，说话就说胡话，我不太敢接了。我个人觉得这款游戏就像之前你们说的过牌很少，它的角色牌其实很多，角色技能也很多，但是它是拿可以拿的手牌确实感觉种类要少，所以说感觉操作性。其实还可以更强一点的。另外，我觉得嘴炮这个技能真的在哪里都有用，虽然嘴炮的时候也是在放屁了。哎，老板。那我想知道除了我们之外别人对这款桌游的评价是怎么样的呢？你可以去千岛 APP 里面查呀，你看这就是它的分数。千岛 APP 里面啊有几万款桌游的基本信息和玩家的真实评价，你也可以去那里标记你玩过的游戏，而且每周都有活动抽正版桌游，正在跳选桌游玩家可以去千岛 APP 里面搜索桌游岛，看看有没有符合你心意的桌游吧。哦，那么这么款告诉我们如果在现实里放屁还是发出更大的声音把它盖过去的游戏在哪里可以买得到呢？哪里可以买得到呢？你不是主持人吗？你问我。我也不知道在哪里买得到。好，这款游戏正在魔点进行众筹，而且众筹期间已经解锁了50多张卡牌，有各种各样的大屁，以及各种各样的人，有各种各样的职业，还有什么八仙过海，喜欢什么样的味道都能有。是，喜欢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而且呢，我们现在在千岛 APP 里面开通了桌游一番赏，100%中桌游。如果对自己的欧气感到信心十足的话，可以来试一试啊！千万不要忘记来我们千岛 APP 里面写下自己的评论。好了，那么本期的桌游星期六就到这里啊！喜欢陈哥、杰哥、彬彬和阿伟的朋友不要忘记关注他们，喜欢我们日常朋友不要忘记加我们新浪微博，喜欢这款游戏也可以来我们线下店体验，我们就下期再见啦，拜拜拜拜，下期我来主持吧，我来主持吧。什么意思呀？我做的不好，下车男，有个下车男，我明明说的比你熟练，老师紧张了，你放屁。不是吗？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由连接热爱的千岛 APP 独家冠名的桌游星期六，我是粉蝶。上来一条这么凶狠吗？是啊，那我先把它盖过去吧。别的开台的方式，我好害怕呀。